今晚我们怎么睡啊？我们当然不能睡一起了。你睡孕妇，你睡床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陈嘉欣，你又对不起我什么了？我没有按照你的计划去巴哈马离婚。你又莫名其妙的和我办了酒，现在你还变成了我肚子里小孩的爸爸。我本来就是肚子里孩子的爸爸，不去巴哈马的人是我，签字背叛安娜的人也是我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亏欠了，那就拿一笔补偿金从我的生活中消失，因为我一见到你我就亏欠你。我就是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彻底失控了。你们每个人都称心如意的，都在看我的笑话。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才和我结婚的，我保证只要孩子一生下来，我就安安静静的离开，绝对不会出现在你和你女朋友面前。我会从你的生活中彻底消失，我保证。我出去走走。怎么睡啊？难道这就是丑小鸭和白天鹅的区别吧？我已经跟你男朋友保证过了，等一生下孩子，我就安安静静的离开，绝对不会让你发现我的存在。他真的很在意你，也很爱你。
自说自话完了吗？看来只剩下沙发可以睡了。哦，谢谢，我睡沙发就行了，没关系的。是你睡沙发呀，不然我把床让给你啊。热的牛奶，奶奶给的。哦。现在我们聊点正经的事情吧。这是给我的。你我都很清楚咱们结婚的原因跟目的。我的未来世界中没有你。这句话虽然很难听，但是都是将来咱们要面对的。陈嘉欣，你是一个好女孩，我不想亏了你。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，赡养费、房子、工作，我都会给你安排好。不需要。陈嘉欣，拒绝别人之前要先想清楚。你现在是小西米的妈妈，我可以保护你、照顾你，甚至在公司给你出气，可这不是一辈子的事情。以后呢，以你的情况，没有我的时候谁来照顾你？你是不是怕我以后会接着小西米回来找你？我不会的。也许会，也许不会，未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好。相信别人之前要先保护好自己，这是我一直处事的原则。我如果是你，我就不会这么快的答复，而先想清楚我能从这段婚姻中获得什么。我给你3天的时间好好考虑，现在也是你给我谈条件最好的机会，物质上不过分的我都会满足的。